不行，我也从开始压才开始学。嗯，还没开始呢，我这都结束了。都在变了吧？嗯。刚才往哪问你们的？没忘了。刚才往东边。嗯。哎，不动，不走。嗯。这是老闸机压过的。咱们要废物充分利用。不浪费任何一个资源。这个女孩子应该没见老好，又去对方。我以后再也不浪费了，你们也别说我了。我叫小欧，什么事？什么事都不要，只是聊聊就没。我正准备给你们买料，正准备。什么料啊？棒子料。是怎么着？我马上就给你把料给你买了。你是怎么料？来，今天我那个被子不够，让长东洗好快呀！看看，平常动都不带动的，歇了两天。今天走的夸夸的，才往前走呢。平常穿个东西穿好几天才穿得上去。原来没人管你，哎呀，照相还不如现在手机快。我也想再来一下就行了吧。这样不行。中断了之后，切换镜头，切换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太成圆了。嗯，我挺好。咯楞咯楞的。咯楞咯楞的，就是这个亮。这个没有，这个上一个没有。真打算弯圆呀？这是？就是个打字。你看，你光受力那儿，就是你使劲往下压那点儿，弧往下，后头。我天，那压的手。你看你那压的远了，咱们等会叫老吴拿去买飞船去。哎呀，这压的太大了，180度就是 U 型呗。啊。啊，这不是现在都是 U 型的哈。已经压了5分钟了。好，放地下，放地下。过了。哎。过了，哎，先生，你。